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没带魔扣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不要犯任何错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哎呀，我一天我这跟他妈的这有的人，这弹幕这人，这我都够够的，真的，我都服了。自己跑过来不知道个啥劲儿，过来呀，蓝烈汉你咋不做核酸去呢？社区都第二轮了，你知道我做没做吗？哎，过了一会儿自己又发了一遍，呀，原来是做完了。哎呦我操，你是真他妈能管闲事儿，你是事儿啊，是真能管。那我拉个屎你尝尝咸蛋儿不？问问你，你咋那么能管事儿呢？干啥呢这一天天，能正常点儿不稍微。我说完他，人家哎，人家是关心你，你看，我拉屎让他尝尝咸蛋也是关心他，我也没说别的，我也是关心他。你不要再生气了，你咋这么暴躁？我关心你的味觉。你怎么这么暴躁？你告诉我。我给你。可能不是我暴躁，可能是确实是这人有点太二了。没办法，这情绪管控不了，没招。再跑快点，懦夫！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吃点糖吧。从不后撤。没事，我给你倒。没，这不上班的凯隐吗？是刺打不？就这个皮肤。我将死战不休。回来吧你，平 A， 平 A 就解锁，外圈花接平 A。我操！你写一下回这么多。蛤蟆是我的，你好。我自有安排。你聊什么？跟我来一句，哎，这种大男子主义会在意老婆的感受，想太多了。你不要生气嘛。我不生气，我他妈都要叫了，我都逗乐了，给我。利用好每一处作战。这件事稍微过去一会儿，就没那么二了。有的人，买个护甲鞋。凌驾一切的战力，
警惕，外圈光平的平的接减速，接平的接平的急跑一下，接平的接平的拉回来，外圈光 A 接减速。可以切换，你拉我也拉你，拉你溜了没有？我走了，我厕所回城。一般人现在都不会去厕所，你别来啊！你别去厕所。洛克萨斯即将崛起。他不让你。咦？擦个眼儿，往上走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边的呢？这很奇怪呀。我就发现啊，我每次一回家呢。我只要在厕所里边，他们就往厕所看。我一不在厕所回城，他们就不往厕所里边看。这帮人很怪。我自有安排。下波可以了。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他们将后悔与我为敌。他有闪吗？记着。应该是有。不要犯任何错误。我拉回来，平 A， 外圈挂。有点猥琐，凌驾一切的战力，有点猥琐呀！我减速，外圈光平的闪现，拉回来减速，一个劈击，外圈光。那个 Q 没躲掉，正常那个 Q 给他躲掉，应该我反应有点慢了，不够细节。杀出一不够完美。
诺克萨斯，中路几层塔值了？还行吧，我们拆的也挺快。回来吧你！哎呀哈呀哈！外圈花疾跑，一开走位 ，A 键减速，键平 A 键，外圈光跑，外圈光，我拉回来键，外圈光，我减速，外圈，我减速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这铁男挺有意思啊，极限来着，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。英雄现在玩的这么好，我绝不姑息，我全能狼。你可能很久没看过我打游戏了。回家了，我们无敌了。凌驾一切的战力，出点啥呢？出个破剑者吧。下波他没闪现，我们只要比这保持警惕，这叫什么来着，比这害虫拆的快就行了。快点拆，给他把这一血塔给他拿了。别着急，打一会儿。好，他死了，先加速，插个小眼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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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三八五，你多少啊？你三八零，我就这五点移动速度，今天我就拉你！我跟你，你一个拐弯，我一个拉平 A 接减速，接平 A 外圈挂，接平 A 接平 A 减速平 A 劈他不平 A 不劈了，我一打没了，操！怎么没了呢？啊？为啥一塔没了？杀出一条血路。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就抠了一下啊。你今天好厉害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大陆塔层即将脱落，从不后撤。我替你还想做一次？一直咱也没生气，我就是那讲道理。我这个人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两个字，讲道理。外圈吧，平 A 平 A 平 A 拉回来，平 A 平 A 减速，外圈个平，一个劈。劈了得了，上高地了，我拉回来减速，外圈光平 A， 一个劈。敢这个样子走，我没想到。我将死战。泽利，疾跑一开 ，A 阶减速。外圈刮先拉回来，平 A 平 A 平 A， 这扣闪减速，小绿人发哪走，外圈刮，懦弱之举我绝不姑息。赛恩不用管了，
我们直接拆，不理他，给他打断。解锁外圈挂接屏的，好，追不上算了，一会儿再追，等他疾跑没了。追，375，追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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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赢了，追不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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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回来减速，外球挂平的，别一个劈，丢丢。不打了，回家了，来个破戒。还得是玩家，跑得太慢了。不要犯任何错误。我们单带，这把全是铁男害虫，跟他玩单带，下把我来个害虫。均价的确的战力。这跟上网的凯隐他不是一个人儿，你知道吧，这凯隐人家最起码他会放技能，那上网的连技能都不会放。我其实我生气的点在哪里，不是说他放技能他不会放，我生气的是他放技能他不会放，他先发制人，他先说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回来吧你，平的平，好了，我都没说他，他先说我。往这走。恶人先告状，可不，恶人先告状吗？我都没说他呢，他说我，先说我。那我肯定受不了了，这就相当于你一开始你走在大街上，不能说你走在大街上，你和你的朋友准备打拳击，准备你要和他打拳击，算了，击剑吧，击剑，2-1，击剑，刚准备击剑，啊，他把剑撇了。然后他开始说你为什么脚这么臭，你说这是不是有毛病，我将死战不休。买了本小黄书，他自己有问题，他先说你，那肯定是不行。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我这个比喻可能比喻的不太好，但没有办法，也就这么比喻了。我要抹杀了，让我看看，来，兄弟们，好，这波起跑一开。A 级减速，外圈刮小驴人先拉回来 ，A 级减速，你个屁！别着急 ，A 级减速，平的，你个外圈刮，你个，他给我勾走了，我靠！害虫先把他家拆了。丢丢丢！
马格兰。我感觉肯定得过来人，你看着吗？哎呀，野兽，外圈光，拉回来，跑！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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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上当了，人有点多。五言之力呢？那跑能跑了吗？嗯，哎呀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兄弟们，完成了，我都没想到能完成。包含贡献值道具60万，已经完成。现在我们就差99个人，对不对？不是99个，90个人。就差90个人，每个人来一张办卡，我们就可以有一张双倍亲密度卡，兄弟们，啊，不是很难。直播间9个人，还9个人，90个人，每个人来一张办卡，两张还不行。现在属于是差点人头，兄弟，但没办法抽奖，只能靠大家了，家人。现在斗鱼没法抽奖。就6块钱办张卡可以吗？谢谢灵爵 S7， 6块钱，你说多吗？其实不多，我能不能给你？我可以给你6块钱，交个朋友，对不对？但是直播间人太多了，那我给你6块，我是不是也得给他6块？谢谢一个黎明，那这头要是一开的话，那就没完了，那房子都给没了，没办法。我可不可以给你呢？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没办法给你，明白不？几个人？谢谢秃头天宝大飞机。你偷偷给那不行，那我干不出来那种事儿。我就是公平。出来，等着。哪去了？哎，刚才那红点不搁这儿呢吗？回来吧你！哎呀，减速，外圈光。6块钱可以给你，但是整个斗鱼那么多主播，你整个斗鱼那主播又不看我直播，那能一样吗？